为了保护自己和我所爱的人，我会接种新冠疫苗。我想揽住我爸我阿妈，我想再去世界各地旅行，我想见我的家人和朋友，我想仔女可以翻学，我希望附近的生意继续营业，并为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。我想要再次同世界接轨，过冇新冠病毒的生活。只要够多人打新冠疫苗，大家的生活就会更美好。我会打疫苗，同新冠病毒讲拜拜。再见，新冠病毒。新冠病毒拜拜。新冠病毒拜拜。Goodbye, goodbye.